我觉得黄杰比较难打，还是许智杰比较难打？你说对我来说吗？说实在的，不管他们谁推出来，对国民党来说都是一场苦战，因为他们备有所有的一个资源，而且他们是一条龙的方式哦。所以我想，不管谁出来打，只是打法不一样而已，让他们自己先打一顿再说吧。